好。陈，你醒了没？金波陈，你醒了没？有没有看到小鸭子啊？我没有看到，那个是鸭子的吗？我坐那边的。那边有鸭子哦。大只的那个是火鸡啊。是啊，你知道什么是火鸡啊？是啊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你有吃过火鸡吗？火鸡。那个是那个吧。我吃面包的位置进得去吗？哦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它旁边就长了很多东西，所以算是菇吧？是不是菇啊？旁边有马路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不要碰哦！不要碰！不要碰！不要碰！等一下那个有毒哦，不要碰，看就好，眼睛看就好。我知道到这边也是有啊，这个洞不是就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第一间，有没有印象？第一间呢？我也要自己拿香，而且上面还要火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们要自己带香来啊。这个是烧完的，烧完它就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木头，因为它香都被烧完了，知道吗？这边还可以再烧吗？它这边还有啊，这边。刚刚我遇见蜜蜂了。你怎么还有一个小花？好棒，我的。你刚刚跑掉笔。那你帮我吃那个，我要吃马铃薯。那宝宝会吃啊？你要米粉吗？这个借我一下。你要米粉吗？真的吗？猫叫喊了。真的吗？你看到那个油酱。